点吧，因为下雨，三个问题啊。好，开始吧。我先说一下旁边的人，让一下。你的感受吧。今天您是在下雨天参加这个项目，还会比较有趣的经历。OK， 那说一下今天的搭配吧。谁用红的？是我们谁用的？谁用红的？那红的那个是谁家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激光笔在。谁的激？谁激光笔在那个？刚刚结束了，Thank you.